道树客家协会日前来到水里乡与水里客家协会来做交流，由水里客家协会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来邀请屏东高树客家协会，希望透过表演的交流来互相学习。屏东高树客家协会啊，莅临我们水里客家协会啊，跟我们交流啊，我们就地点排在眷坑社区啊，眷坑社区也准备了一些东西啊，欢迎这个高树的客家协会莅临我们水里那样。我们是用大鼓打啊，那个还有客家大鼓，我们是他们没有听过啊，我们专程欢迎他们，我们就做一个闹场鼓啊，他们有准备了五个节目啊，到时候他会来现场表演的。县议员陈淑慧也到场共襄盛举，并代表地方表示欢迎。陈议员表示，到水里乡来联谊互相学习，相当的有意义，也借由联谊能够交流客家文化。我们也欢迎到我们屏东的客家协会，让你们来到我们水里滚坑村啊，来观摩啊，互相啊来联谊哈。我们滚坑村的客家协会呢，有这个大鼓的这个研究班哈，所以今日两个客家协会呢，啊，伫遮来做着观摩，啊，甲接触着这个大鼓的打法以及它的技艺的一个技巧性。那上条这就是爱感谢着咱水里乡客家协会，咱余玉芬理事长的牵线，啊来甲因介绍来甲咱滚坑村，互因更加熟悉着咱滚坑村客家文化的精神，爱求咱在地弄着产品。传统客家技艺的传承相当重要。陈议员也欢迎有更多的团体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互相交流，一起进步。记者邱品义水里采访报道。